的学会参加这个活动，也共同主办这个活动。那么美东广西青年学友会一直以来非常重视那个文化活动。我们以前在疫情之前，每年都在那个 Carnegie Hall 举办很多的音乐钢琴音乐会还有很多的画展和艺术活动。今年非常高兴参加这个纽约国际文化艺术节，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来到这里，看到很多老朋友，也可以共同主办这个国际文化艺术节的活动。飞江老师要求我们主办方去朗诵一首诗，是吧？我之前也没什么准备，就突然之间说要朗诵这个诗。那我看看，我找了一个黄自宽的《登鹤翅柳》，是不是比较简单的？就是有几句吧，希望你们喜欢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捧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哇，好呀，好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更上一层楼，不要给疫情打倒，我们大家一起蒸蒸日上。我们下一个就是请国际华研会的陈绍光先生，绍光先生，我看到他的一些古诗写的也挺好的，很有禅意，跟他的这个传奇经历有点吻合。今天是准备朗诵你的古诗，还是朗诵现代诗呢？大家下午吉祥，我们必须要更上一层楼，是吧？对。说实在话，这疫情啊，把我们闷在家里